我在这个医院里面找异常，终于找到了666层。不仅异常现象多得离谱，到了最后还会有主治医生追杀你，我也不知道是招谁惹谁了，甚至后面还会有致敬八番出口的彩蛋关卡。好，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继续了。这边又是哪儿开了吗？这边开的是什么厕所吗？哦，我们刚才找的厕所怎么现在又是厕所呀？哇靠，大叔怎么坐这儿了？我靠，这些我们都按不了哈。现在 Oh no， 这边有很多的灯牌，大家看，我们先记一下吧。比如这边是两个洗手的，六个这个小便池，下面三个桶，哎，这下面有三个桶，这个要记一下感觉。然后这边都没人吧，应该这边都没人。对，昨天打 boss 关卡就是厕所，咱们先上吧，先上。我认为我现在对这个游戏很了解了啊。今天有没有异常吗？咱们是找异常啊。找异常。大叔好像也没问题，没问题啊，直接走。我还是比较确定的。好，现在继续啊。当然外面也要注意哈，不是说你非得看那房间里面有没有问题。什么声音呢？现在没声音了。行吧行吧，听到冲厕所的话就回一下。他这里面应该不会出什么事情吧，我感觉。哦，小便池有人尿出血来了。之前我没注意小便池啊，如果是之前的话里面没东西吧，应该它是尿出血的，不是别的原因，就是尿出来的。一个人他直接在小便池里面尿出血了。哦，普通的小便池是没有这个的。警示牌，我觉得警示牌是这么多啊，也感谢。哦，这边有血。哦，这边他伸出两只手，你们看，有两只手把那个通风口拿出来了，藏在那个上面啊。这儿有个脚印，
这脚印我感觉不能看啊，你看了会出事儿，真的。咱们先上一楼啊，先上一楼再回来看。然后我们可以回到上一层看一眼啊，按这个红色按钮回到上一层，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去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个脚印有什么东西。踩上去吧应该。脚印呢？哦，这边。算了啊，这玩意儿咱们玩不过它。好，咱们直接406了。我感觉今天还算顺利的，观众朋友们也超常发挥。哦耶，大叔，大叔你干嘛？你拉完了，我看看啊。大叔居然起来走路来了，我一直以为大叔两条腿都已经瘫痪了。我们回来看一下大叔啊，先跟大叔来个亲密合作。来，先跟大叔来个亲密拥抱。你想干嘛，大叔？来，你要跟我在小便池这里搏斗吗？你干嘛？大叔，你干嘛？哎，我怎么被卡住了？我靠，他把我卡在这儿了！我靠，我走不动。哎，你干嘛，大叔？哎，这大叔跟我穿着一模一样。我们是同一个人，实际上大家知道吗？我现在能回到主界面了，这个。哦，还好，我又回到407了哈，没事儿没事儿。大叔只是让我在原地不动，但是我可以回来，因为这个游戏它还是有存档的，我又没找错对吧？找错了，他才会让我回到零层，没找错，咱们还是在407，这是一个很美妙的事情啊。作者在制作这个游戏的同时保留了一丝人性，这边没问题，咱们看一下外面吧。有没有冲水声？抬头看看，好，看完了，没问题啊，对不对？407，Oh no， 怎么回事啊？刚才有问题，哎呦喂！拖把这里是有一个的啊。哦，垃圾桶里面可能有问题。嘿嘿，垃圾桶里面有个手，你们看，你这不是扯淡吗？对不对？水池也有手印吗？没头了，有问题啊！照镜子发现自己少了个头。哦，这有人，是这个地方有人，怪不得。Oh no， 这有颗鬼头，你们看，被我看到了。我这进不去啊，这个鬼头。Oh no， 先上去啊，上去之后我们再回来看这两个小孩。好，然后我们再回来看看。我就是闪灵啊，来，我就是闪灵。
看看这两个小孩。Oh no！ 哎，没了，还好吧？小朋友感觉自己很可爱、很萌，挡在路中间，结果我们一去，直接被撞扁。但怎么说呢？这都是自讨苦吃。哎，什么声音？怎么我又听到有一个电梯声音呢？哎，你干嘛？我坠机了，朋友们。哎，不对，水冲进来了，走。首先出来，进来，看这边镜子上面，垃圾桶，血手印，走。出来，进来，这边没有人，看镜子上面，厕所鬼头没有，这边再看一眼没有，直接走，直接冲进来，看小便池镜子有，走，直接冲进来，小便池有血，走，冲进来，直接这边有声音，走，直接冲进来，这边这边没有人，孩子多了，我看一下，那就走，考考观众啊，哎，走，算了，还回来看一下，走，哎呀，直接走，最后一关都不看了，直接走算了。进来看一下，有人走，哎呀，这又是什么吗？哎呀，看不到啊，这个有人吗？有个小女孩，等一下啊，我，哎，这个怎么通关呢？这个就是我感觉怎么一出去人就没了呢？这一出去人就没了，有没有什么道具啊？我看一下，慢慢走。慢慢走这个东西。我从来都不回头啊，真男人是不会回头看的啊。如果是其他游戏的话，我肯定要。这有多少层啊？不能直接跳下来啊。没事没事，哦，不能跑，哎呀，我说我看到门了，我多走快两步好吗？不能跑啊，朋友们，跟我一样心态特别平稳。地板很滑，我刚才本来在速通嘛，我被削弱了啊，刚才是速通的。
五百层，有没有人知道五百层在这个游戏里面代表什么？代表五百层了，观众说的太对了，它绝对不能代表六百层，它只能代表五百层，说的太有道理了。大叔，你躲在这儿来干嘛？杂物间啊，咱们刚才是从杂物间出来的，这个消防栓里面等会儿可能会换成其他东西啊。还有这垃圾桶里面等会儿可能会变，我感觉会变，大家觉得呢？应该没什么特别的地方。好吧，那咱们继续啊。我们现在到了五百层，又没办法速通了。好像没啥变化呀，我感觉。来考一下观众朋友们，观众朋友们觉得有变化吗？没变，走。没有任何变化。直接在外面一眼看出来有没有变化。还是没变化吗？真没变化，我靠。连续三次都没有变化。连续三次都没变的话，我有点不相信。不相信也是真的呀，这个你必须得信。这玩意儿，大叔你干嘛？要炸，大叔！哈哈哈哈哈！大叔，大叔，我等了这么久，你终于自爆了。这大叔，哎，又咋了？哦，这是那个《闪灵》里面那个用斧头在这砍。哦耶，有异常啊！我知道那个很经典的那个恐怖片，直接把我逮到房间里面使劲砍。还有什么异常？他这里面出现了关于闪灵很多的梗了哈。桶里面呢，桶里面也没有问题，地上有问题，你看地上有一个脸。哎，这里面多了个天线宝宝。
不知道现在洗手台都看一下吧。这边多了吗？感觉是这么多呀啊！不说了，直接走。直接速通。Oh no！ 速通失败了，朋友们。就是从这个找异常的游戏来说，无论是速度还是质量，都已经无人可比了。现在，你看，只要进一秒钟，哎呦我天，这我靠，这什么鬼？ Oh no！ 什么鬼？这个？好吧，天上掉下来了很多纸盒子啊，快递买多了。继续吧，咱们也不是说怕这个纸盒子，就是它突然太多了，让我感觉到房间里面被塞得很满，这种塞得很满的感觉很不爽，要多留点空间。我感觉好像是没有异常啊，真没问题。你看，玩这个游戏你必须相信自己的直觉。哦，插座在笑，插座不能笑。行，咱们走，回去回去。哎，这不对吧？这个门。我记得刚才还是开的这边，你看那个门把手都反了，这都不用看啊。我说了，我找异常只要一秒钟，绝对没有超过一秒啊。你看这门一下就正常了。嗯？什么声音？哦，大叔马上爆炸，你看。Oh no！大树直接把自己炸飞了。这有个六，你们看，藏得好深，你看。藏这么深。哦，对了，我要提醒大家，在直播间，如果你继续啊，现在是509，应该是516层的时候再上100层。垃圾袋位置变了，对，垃圾袋位置变了。这牌子多了一个，应该是五个啊。你看是五个牌子，这边多了一个，因为我一直记得这是五个牌子。药瓶，哦，我靠，药瓶变成666666了，快回去！这我真没注意啊，谁会注意到那个小药瓶上面会变啊？太变态了吧！这边有异常吗？没有啊，我认为没有了。我就怕这个作者他在哪藏一个六之类的。没问题哈，没问题。这个是没问题的哈。哎，哦，我懂了，有问题。你们知道吗？这个作者有时候喜欢搞这个，这实际上是一个异常。那我们直接上楼啊，这个。哦，地板有问题。
怎么样？对，最后一个异常就这个娃娃，果然只要一秒钟就能找到异常。16层过了，现在会怎么样？看一下啊，应该是到了那个 boss 关啊。对，我看一下，这是什么 boss？ 哎，这个 boss， 等一下哈，你这个是干嘛的？我不懂啊。哦吼吼！等一下，你先等我一下，我研究一下这玩意儿。哎呦，我们喜欢你！哎呀，我们喜欢啥呀？啥也不喜欢。Oh no！ 哦、oh, no！ 我们不喜欢你。哎，等等，有点像后世啊，感觉。好，我知道，就是让他来撞玻璃嘛。来，我现在说一句话，大家跟着我唱啊。时代少年团，我们喜欢你。Oh yeah！ 时代少年团，这个是时代少年团的哪个成员呀、啊？这个。啊，等等等等等等，你别，等等啊，等等，天哪，这个人怎么这还有一层吗？这外面还有一层还没撞完，哇靠，天哪，这个我严重怀疑这个作者是时代少年团的。 Oh no！哦、oh, ，好猛啊你！来，再来，你有本事再来。当心我把你送进时代少年团。好，我们从时代少年团里面逃出来了啊！逃出来了，感觉一片明朗。600层了，朋友们，牛不牛逼？你不得不承认啊，苏某人的实力摆在这里啊！哎，这是新地图吗？这个哦，这就是刚才我们那个手术室哦，大叔在这边。这层是没有异常的，我们得先把这边记一下啊，没有异常。这边有一些药品，这一个烧杯。这个插座会不会有问题啊？我感觉这个插座可能会有问题。嗯，这边有一个手术台，这边应该是做手术的吧？这个，这里面肯定是做手术的啊，进不去这个地方。这也有个手术台，这个是叫无影灯吧？好像，嗯，多喝开水啊。嗯，今天喉咙有点不舒服。看看吧，这个灯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我先回来啊，因为这个灯的话，手术室里面用的灯，无影灯。我来看一下，应该是啊，对，这个是正常灯，中刚才那个空了，我的，嘿，那有个人，我怕靠近了他会把我抓走啊，算了，回去吧。我怕他把我抓走，主要是看不到，主要是他在那个里面进去不了。哦，啊，我的，啊，这是隐藏关卡吗？八号出口啊，这个666号出口，往前走。哎，不对，
我现在是过去还是回去呢？有异常要回去吧。哎，多了个电梯。不对呀，这玩意儿。我认为不对。哎，哦，行。回来了。这个彩蛋关卡吗？难道是可以啊？还是搞了一些不错的东西出来，搞了个彩蛋。那我们回去看一眼。假如说我冲过去会怎么样？我回到刚才那层。来，我看看，假如说我从这过去呢？大家看啊，假如我从那儿过去，我看一下，就看一眼，看一下会不会发生什么。这又是闪灵两个人。哇，这个也在这儿，全是异常，门也开了，全是异常，全部都，哇，这个都在那个什么玩意儿，那个，哇，这个眼睛也在动，你也在动，你也喷水，你们两个人呢？怎么说？他俩是两个雕像，怎么说？全是异常，现在应该可以回去了。那个是杀手杰夫，我现在懂了啊。八番出口是他这的一个那种彩蛋关卡。嗯，材质变了，大家看，材质都变了，房间的材质发生了变化。上楼。他这个很明显啊，有问题。明显的问题咱们就不说了。哎，之前里面的电视亮了吗？是亮的呀。灯没问题哈，灯没问题。这些都没问题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有监控，不是，这有一个，哎呦喂，嗯，大叔变了，真的，他在跟谁说话吗？还是在看什么？大叔变得有那么一点点风骚，大叔独领风骚，往上走吧，我真的只能说，这个烧杯好像变了，我觉得这个烧杯变了。稍微没变就没东西了，感觉这边呢，这里面有没有什么？我怕这个他又在什么地方藏个数字啥的，那就麻烦了。书桌没变，没有问题哈。来，我认为没问题，我觉得上了哈。没问题哈，好，我继续嘛。对，没问题，对吧？就凭这一波操作，是不是应该支持一下苏神了？大家觉得呢？哦，这边，电脑上面有画面，真的很有实力，必须得承认的那种实力。刚才有观众说日历颜色变了，现在日历颜色才变，这边有绿色的没有了。我找异常只需要一秒钟。
611层了。怎么我感觉卡了一下？哎，等等等等等等。哎，有点卡，我觉得。他这个游戏里面要是出现这种，你看这种突然一卡往后退一下的这种情况的话，它是属于一种异常啊，不是属于游戏 bug， 好像这属于一种异常。还是没问题啊，这个我都不敢相信了，我说这全都没问题啊，你看没问题，继续。哇，这个手术工具真的有把斧头啊，这个还是没问题，还没问题吗？哇，真没问题，朋友们，真没问题，一直都没问题，搞得我都有点。哎，这有一个小孩，这个小孩在干嘛？算了，不要看了，免得他等会儿把我们抓进去。已经都614层了，615，应该还有16，616啊。说起616，让我想起一个工作室。哦，又是这个吗？又是这个监控？哎呦！我靠！什么鬼？刚才钻出一个逼脸来！哦，还好还好，他没把我送回零层。他要把我送回零层的话，我当场就加入时代粉丝团。哦，时代少年团。等一下啊，哎，走反，哎呀，不是我真，哎呀，哎呀，我真不该加入时代少年团。时代少年团以后我们再也不加入了啊，真的我受不了了。616到了，感谢马佳琪送的多喝开水，来我喝一口吧，我终于回到616了，这次千万别整我了，我真已经没法玩了这游戏。666这边，666回去吧，我这次没走错了哈，这次我要成功的面试时代少年团，我要上楼了，应该又是那种 boss 关卡之类的。666，朋友们，六了，大家看六了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我感觉这上面有烟囱，这边倒是没有门开了，没有门开吗？嗯，黑了。怎么？哎，
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好远呢，感觉。啊？哎！有个医生。好，我懂了啊。好，我现在对这个游戏已经说1000%的了解了啊。好，现在只要大家跟着我的节奏就行。看到这边地上有很多的椅子呀、床啊，都是为了给我们增加一些障碍物，但是不要慌，我们直接往前跑，这些都不慌啊，都没关系，都抓不到你的，放心吧，医生马上就会追上来，但是不要慌。这个医生他可能是长期在这边待着，然后呢精神发生了错乱，因为你想这个医院有666层，你说这谁受得了，对吧？电梯耶、yeah ！哎，我们之前打的 boss 他都是进了电梯里面就不会再追了啊，这个怎么有点不遵守规则呀，我觉得有点。无论你是什么鬼怪妖精，我们都应该遵守一个规则，对不对嘛？不守规矩的话，那这个事情很难办的。好，我现在要直接按下E键啊！哎哎哎哎，按，来，你来。哦耶！学校666，这个作者还做了个学校666，我天！这个游戏的地狱模式是这样的，你选地狱模式的话，它这个画面里面就有血，光线稍微暗一点，只要你错一次你就会回到第一层。在这个普通模式里面所有异常都已经打出来了，地狱模式也是差不多的。那这个游戏就到这儿了哈，拜拜拜拜拜拜拜。